可今年的时间呢？巧了，也是一小时30分钟。哦，时间一样，那就只能比味道。报告，我们燃料不足，怕时间来不及。在燕鹏苑的建议下，我们做了4道不同的红烧豆腐。燕鹏苑，到。特来尝尝。是。第一道，笋干酱油，文火慢炖，豆腐香，笋干烂，味道鲜，回味长，叫做。 笋干红烧豆腐。第二道，猪肉、糖、蜂蜜，色泽金黄，甜而不腻，叫做肉红烧豆腐。第三道，土豆、鸡蛋，叫做土鸡红烧豆腐。第四道。 黄酒去味，醪糟提鲜，叫做酒香红烧豆腐。还有最后一道，鲜榨葱油豆腐汤。